他是不是不记得要来这里？燕子，你刚刚……但是我刚没有哎、欸，那上来啦。我只看到他一下下，他就不见了。哎呀、啊，给他通道了啦。对。可以过了。有没有？他在我在猫狗玩。讲到一句话，两条通道，一根线。来来来。哇，回到老地方。哦，对，缺一块毛呢。有黄是远方来，是远地方。Larry 喜欢那边，可以读。嗯哎，门关起来，不要让他们在。哎，他这样关也很危险，他们不晓得没有那个。可能有在看，若是手动的就。应该可以看。嗯。哇，比亚哥很后悔，我回不去了。两个小孩，你看两个小孩很好奇，说怎么不能回去？怎么门可以这样关？关起来。哦，还要。对啊，你看都来了。穿。对呀，哎，昨天下雨啊。对啊。然后给我踩到。有可能哦，哎会哦，有太阳出现。爸爸，爸爸。漂亮很多。啊，我知道，他一定想说那个门还开着。嗯。他要被偷。哇，你对我感觉。不如冷战。他最后把出头那回更成熟的心情，他不想讲。OK。更成熟的心情，他妈的。第二个在那个洞。那只会拿毛巾擦一下，那只。你有看到？有没有大一只？对啊。好的。哎，那他大哥。大哥。大只哦。看到没有？是哦，完全没有人。大哥，完全没有。回来看妈妈呢。